塞，这可是麦当劳的炸鸡耶。嗯，刘心怡还喝一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饮料是柳橙汁吗？对。对。嗯，真是太好吃了吧。哇，这里有很多薯条。这个是你跟妈妈的炸鸡。哦，还好，阿弥陀佛，没有倒出来。给你吃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哇塞！可是我想要打开，没有人帮我。你先。等一下，你摸这个又油油的，我们吃完再打开啊。你现在要吃这个对不对？哇，这个还有一个汉堡。这样吃也要499。前麦当劳是一位难求，现在居然还可以让你放背包。我都要吃炸鸡。那你要吃一个鸡腿吗？要啊。可是它很羞哎，要等一下。哦，真的很羞。没关系，我不怕。但是这个里面是好了。等一下掉掉地上就没有得吃了，因为真的很羞。这大杯，真好吃，只有几百块。以前有这么大杯吗？没有啊。这重量。